我觉得追不到前面，我要把它宰掉。嘿嘿 ，nice。哎，哎，有了，一关就中。哎呦，哎呦，啥？嘿嘿嘿，他一直转，好像那个有一个爬山的阿嬤，然后他脚受伤，然后叫人来救他，叫报警来救他，然后又要乱流，那个一直转。
他还在转。我等下给你看那个影片，你就知道我讲。还好，我知道他感觉要撞了，往外扭一下。麦龙，绝对不能笑。近日，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位74岁阿婆徒步登山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于是联系了消防队后派了搜救直升机前来救援，但过程中遇上了乱流，阿婆就在救生吊篮内一直转。到底是直升机救阿婆，还是阿婆救直升机？他就这样一路旋转了2分钟。请问这是在太空人选拔吗？拿直升机当居里离心机在用，阿珍牛逼。我知道美国2025要重返月球，所以现在急需人才，培训太空人也是很合理的。好莱坞有星际效应，凤凰城有阿婆效应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台湾还有洒水效应。不过好家在阿婆送到医院后，除了头更晕以外，其他并无大碍。很牛逼耶！我以为会撞，我现在想怎么救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我的 No Live 直播时间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改为8点到11点喽，日期则是一样为每周的1、3、5、6。大家要牢记直播时间哦，记得来 No Live 找我玩哦。